车，我想回家。我怎么在老师后面唱？压力很大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不要这样，你是今年入围金曲奖的最佳男歌手哎。但是我今天穿这样。欢迎大家来到六福村。不是啦，是没事没事。吹笛弄蛇人呐，对，人生就是这样，他要做不一样的表现。当你用一些意象来让观众朋友了解你这个人，那是你走红的开始啊，对，对不对？那么认真的表演，是不是？一句话问你，好吧？有带拉茶来。长嘞，今天我跟你讲哦，今天就来给他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好吧？带来一首歌，今天哦，等于说，等于说，看谁倒霉，他的歌被你唱。哇，这么严重性？哪有那么严重啊？因为穿唱要唱人家 Q 歌，对啊，什么 Q？ 今天该不会是唱我的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好好好好好，松了一口气啊！干嘛这样啊？人家很用心，我也是。精准备哎，对不对？我今天要唱印度味，要把它就是 Q 歌 Q 成有那个印度的感觉哦，这不容易啊！是是，所以而且我今天带了两个老师要来跳印度舞啊，真的真的，来来来，没有开玩笑的。好，我们一起来揭晓这首倒霉的歌，小丑是对面的女孩，看过来，烧大轮。神经病，真的是太好笑了。道伦平常应该要运动一下了，好喘，我看你好喘呢。救急吧，救急吧，不要再救急了，就对了。不要再救急了，哦，哎，很厉害，他的胡子已经歪掉了。整个下来哦，我跟你讲，如果在那个肾上腺素的激发底下，整个人会进入他的状况。跳完了之后，这个至少要累一个月，没有办法冷静下来。对对，差不多要看很久。哎，还是你今年金曲奖穿这套走红毯，哎，可以耶，就很棒的感觉。来，重要的奖品，好不好？仔细要听好。好，韩飞，
为什么？刚看了这一段怎么样？没，这个是他对他来说演艺圈的重创。我原本很紧张，但是看完之后，整个让我的心情舒缓下来，我真的很喜欢。叔叔没有白疼你。这一条印度的头巾叫做印度话叫曼加勒。哦，哎呦，曼加勒，曼加勒，老太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长。是啊。那印度的话里面说啊，曼加勒就是又臭又长，也是指又臭又长。所以我整段表演就是又臭又长。来，喜欢吗？没有这段表演，但有欢乐啦，一定欢乐是有啊，因为唱的部分那么少。哦哦，这样没有展现你的歌声呢。没有关系，也不是来展现你的肢体。我今天就是来把涂黑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因为还有旁边还有两个舞蹈老师，这样搭配起来那个画面真的是很开心。真的哦，那个猜拳猜输的，对，猜拳猜输。欢迎大家来到乐园玩，所以我才会说嘛，谐星可以救地球。有还有什么事是像我们搞笑的人可以带给这个社会一些安定的力量？贤哥，你最懂我了。江湖救急吧！救急啊，救急！我当然他要出下一首单曲啊，没了。我当然是懂，他要出单曲啊，筹钱啦！对呀，我专辑花多少钱？花钱啦，没了。今天的表演很成功，成功的让大家得到欢乐。再一次谢谢少大，谢谢少大，谢谢。胡子胡子，秋天好翅膀，下次再来模仿小黄鸡，谢谢。想感动感谢我做你的雨伞，你睡不去的暗暝，电话来为你唱的歌，我予你真心，但你害我孤单。听完了，哎呦，好好听哦，哎，根本不想停下来了，亮灯亮灯，心内有针来，直接唱下去了。我的心内有针，白花煞无声，我的来一个人苦劝无牵线，别人的话拢不听，一生茫茫跟你行，爱是倔强的。上帝帮你关了一道门，但是他也帮你开了一道窗。我告诉你，我倒宁愿哦，用我的一切来换你的喉咙。你要换吗？其实，比如我的帅哥，谦哥，我跟你说，我不用你的钱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因为我自己有钱。我只要你的眼睛，你的眼睛可以换我的喉咙吗？我眼睛看过很多好看的，所以其实能看见是非常好的。如果科技发达，有一天就是如果可以再看见这个世界哈，宁愿用一辈子或者我赚到的钱去换，我都觉得很值得。对，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所拥有的。对，但是老天爷已经对你真的是特别好。你看你的歌声，你刚唱的，我后面忘了答题呀，真的吗？没有，因为他们都在那个感动里面。对呀，对呀，讲一讲。那个，你是我的爱，爱我今夜十几个电话。你是我的眼，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。我起来了，来镜头，来，我跟你讲，来，我们都偷歌，对不对？还逼他乱唱，听多一点。来，再出一题，大家仔细听了。头毛吃油，命若无吃好，别人在佚佗，
你为生活拼淡薄，一个人也好，也不甘愿花我苦，因为你的笑面是你的倔强。就唱啊，专辑里面有杂波音啊，可以啦，来直接唱起来杂波音啊。